来，朋友们，今天天气非常好啊，我们来看表哥来撒网捉鱼啊。这一款是三米的网，来这个河边啊，来撒一网看看有没有鱼。前面是一个闸口啊，但是没有开闸。现在河里面的水呢，它不流动啊。来，撒一网看看有没有鱼哦。漂亮，转盘就开的网啊，很简单。来，现在正在收网了啊，收，看看有没有鱼。有鱼啊，有鱼，这丝网打对位置了。上货，漂亮。网打对位置了，哎呀，条数还不少啊，他们。一网在手，吃鱼不愁。看看是不是，是真的是吃鱼不愁的啊，有鱼吃啊。看怎么把鱼放出来啊，放鱼的话其实也挺简单的。把这个拉线往里面收啊，链条放到底，把这个鱼啊抖一抖，还是从这个底部出来的。怎么样，还可以哦。一网干了十来条，一条罗非啊，然后这个小的话是小黄鱼啊，黄鱼的话一般也长不大啊，这个鱼的话其实也挺好吃。来，看看，手上这个网嘛，是一个咱们三米高的新手网啊，这个网的话呢，不是特别大啊，三米高的网啊，平地上撒开的面积吧，这个能撒开到5米5左右啊，面积。网整个的重量吧，大概是在9斤左右啊。然后咱们来撒一网看看啊，这个看看这个撒开的效果，来看看咱们这个抓鱼的效果啊。来，左手提好网啊，右手抓好盘，撒桥墩啊，我们桥墩去啊。飞盘网就是这么简单啊，转盘就开啊。网撒入之后，先要沉一下，沉到底了，我们再通过手绳把这个网收回来。拉网就会形成网兜，扣到鱼了，鱼的话就会在网兜里面。看看表哥这一网运气怎么样啊？也有收获啊，就是不太多。这是打断了吧，下面的话没那么多了。岸边撒网嘛，就是很多地方打第一网有鱼多啊，或者说前面